新鲜若浮华如梦，我平息终是一场空。一拂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望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争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望月深戎马，竹浪飞花，踏凌霄雾黄沙。云霄雨霁夜水中花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曲孤蝉轻似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柳如龙，你想过没有，你这样做会让很多人在背地里说石瑶坏话，你怎么忍心？这是慕容坤让我做的，再说了，只是被人怀疑，暗地里骂两句而已，时间久了谁还会提起此事？好，柳如龙，我最后问你，你为何会同意把中无石瑶送给慕容坤？她不是你妹妹吗？我从来都以宏伟前途为重，只要慕容坤满意了，我今后在内门中才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，这样我便能离天道更近一步。再说了，石瑶他屡次三番阻碍我报仇，我早就对他有意见了。石瑶，我的好妹妹，她要杀我，你快救救我！石瑶，你怎么打大哥？虽然大哥之前和你吵嘴有些气愤，打晕了你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不是你妹妹，我嫌你肮脏。好，好，好，石瑶，你消消气，现在不是生我气的时候啊！石瑶，看在我们从小长大的份上，求求你快救救我呀！求你了。哼，柳如龙，我就是看在我们从五岁开始一起长大的份上，才没有动手杀了你，否则我现在就要你死。石瑶，你为何对我如此绝情？你这么忘恩负义，难道就是因为谭云这个小白脸吗？柳如龙，我们之间谁忘恩负义，你心里清楚。石瑶，杀他会脏了你的手，还是我来吧。想知道石瑶为何对你如此绝情吗？很可惜，你到死都不会知道原因。谭云，我……真的死了，我今后再也没有亲人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今后就是你的亲人。
近似时空尊塔就要开启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嗯，我们先去和蒙毅他们会合。谭云，你们没事吧？师姐，是不是慕容坤那畜生欺负你了？蓉蓉，你别乱想，我没事。你们先别急着问，柳如龙已经死了，石瑶需要缓一缓。梦毅，当初你和紫嫣的确误会石瑶了，刚才柳如龙亲口说出，是他给你下的药。嗯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你。梦毅，要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我大哥，不是柳如龙给你下的药。哎呀，你们就别互相道歉了，快要开启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嗯，咱们走吧。这个柳如龙真没用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把中毒石药送来。还有谭云，不知道这混账究竟躲到哪里去了。谭云，你最好已经死了，否则让我逮到你，叫你生不如死。啊，林虎师兄，你快看，谭云来了。啊，为期两年的试炼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谭云却只是一重境，看来资质平平。传令下去，待会儿听我口令再动手。属下明白。待会儿我来收拾中无师瑶和穆梦毅，你们一起去把剩下的谭云三人抓住。属下遵命。谭云真是自不量力啊，太魂境一重跑过来，不是送死吗？真是可惜了，谭云之前那么逆天的潜力，没想到现在只有太魂境一重。唉，咱们在场的最低也是胎魂境二重啊。谭云，我们真的是他们的对手吗？哼，你们不必担心，解决他们我一个人就够了。我已经用独门秘法隐藏了境界，接下来就等他们上钩了。给我围住他们。是。现在你们插翅难飞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你这种卑鄙无耻之人，我看着就恶心。好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待我宰了谭云再好好收拾你。石瑶，那里危险，快到我身边来。不必了，我觉得这里很安全，前所未有的安全。我，你们废话怎么这么多？我不想大开杀戒，现在只给你们一次机会，立即滚开，否则赶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若为衣，便归仙；若为邪，便归魔。一念之差，咫尺天涯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金家嫡小姐，救救我！我穿越了，遇见了宛如妖孽的男人莫无月，穿越亦是重生。我继承了君家嫡小姐所有的记忆，从此邪恨而归，誓要掀起血雨腥风，斩奸佞贼臣，还君家海燕和亲，朗朗乾坤。尔等该行什么礼？拜见九小姐。这就是一剑，